婆婆，今年的荷包豆长得不错呀。是啊，今年的收成还可以。那必须的，不看是谁照料的。你少臭美了，哪有人天天自己夸自己的？讲这种话，好的不学，净学篱笆，脸皮厚。婆婆，公公脸皮也很厚啊。老人，没大没小的，去那边站。 阿兄，阿兄，什么事啊？阿总，我今天工地人手不够，你要去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妈，珍珍，我跟阿忠去工地了。去吧，注意安全，晚上给你做呛豆吃。嗯，好。爱人早晨，倾尽所有。 才能买一份寻常温柔，只是寻常岁月时，书写红花雪时，爱你的每个秋日都想转化为诗，只是寻常岁月时，世界一瞬的看似。 哎呀！别动啊，好疼啊！什么事？带你去看看。婆婆，我怎么突然感觉心好慌？没事吧？差不多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好。医生怎么样了？多久了？没什么大碍，忍着点。 好了，这几天手不要动了。好，谢谢。阿兄，我送你回去吧，这几天大家好好休息。我不想我妈和珍珍担心，这几天我住工地吧。啊？那他们肯定会找你啊。没事，我会跟他们说的。行吧。 瓜瓜蜜瓜不爱我，你是傻瓜。喂，阿雄，你要回来了吗？我要做饭了。真的，这几天我就不回去了。阿松包了个工地在市区，我要去干活几天。怎么这么突然啊？你衣服都没带，你不回来一趟吗？不用，在工地干活没关系的。那怎么行？我给你送过去吧。不用，那边有的，不说了，我还要做事，先挂了。二叔父，怎么了？ 阿雄，怎么了？阿雄说要去市里干活，什么东西都不带，这么着急的吗？是啊，婆婆，要不我给他送过去吧？我。冬瓜蜜瓜不爱我，你是傻瓜。这小子肯定有什么事情，电话都不接。婆婆，我们去问问阿总。好。阿总，阿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阿总，你市区又接了一个活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 啊，是的，我今天带司机干接了一个活，差点给忘记掉。阿总，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骗不过我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啊，阿总，你别瞒我们。你们也别着急，是这样的。这孩子这么想的。阿总，你带我们去找他。嗯，走吧。 阿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阿雄，痛不痛啊？没事了，不疼了。我就是怕你们担心，所以没说。臭小子，先回去再说。阿雄，我们回去吧。嗯。 月光松，夜空迁徙，朝一个方向聚集。不是一世界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因为你，萤火虫飞向草坪，抖落光阴的想。我会化这场进入废物的铅笔，这美好遭遇。阿雄，我喂你吧。好。 让他自己吃，他不是很能吗？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也是怕你们担心嘛。这点小伤过几天就好了。那你是打算这几天都吃泡面过日子啊？
没有，我就是有点馋泡面的，阿忠会给我送饭的。你就适合吃泡面，儿媳妇明天去买些泡面回来，让他吃个饱。那算了，我还是喜欢吃饭。那让他自己吃，我还有左手嘛，别管着他。嗯，那这一次。